喂，未開始飲喎。夠鐘啦，我哋要收鋪啦。咦，六點鐘啊？係咯，阿子成日遲到，公司都仲未炒佢，唔通佢金生嘅私生子？定老生咧？定花姐咧？定花姐同金生啊？哇哇，193你早到啊！今日即係證明你兩個真係冇嘢做啦。不過唔使驚，兄弟，我有新搞作，好串喎。有咩搞啊？口罩小姐。去哪度找女好呢？小姐，有沒有興趣參加口罩小姐啊？哇，不好意思認錯啊。口罩小姐，又說最後一屆的。蛤，我不是最後一個冠軍嗎？原本就是的，不過現在還要戴口罩嘛。專家還說要戴兩個才夠安全。好，一於來搞大他們，個名字就叫尾二一屆口罩小姐選舉啦，掂啊掂啊，等緊你啊，快啲報名啦！喂喂，你喺邊啊，肥仔？你唔好學馬子嗰啲衰嘢，成日遲到得唔得啊？我哋已經拍完啦。嚇？唔係聽日拍咩？今日啊！大家記住留意清楚報名詳情同埋截止日期，否則就好似肥仔咁，做唔到明星噶啦。